舔个疤，气口还能开一开，应该就是。哦哟，谁呀、啊？哦哟，那人还在修哎，哪儿打的？我估计是地震，我过去看一看。是不是？家里的你不能找个清秀一点的角色吗？这个你不觉得很笨吗？左边那个无敌房，无敌房吗？那个地方打。OK。哎呦，我废了，我车没了，我好准啊！车没了，很准吗？我能接你吗？你原地来个烟。等一下，我先碰烟。嗯。我一下我轮胎就没了。哇，我轮胎也没了。妈、嗯。得往左一点。走得了吗？能走。他是要接了，得去拿车了，没车了，得重新拉个车。这一堆应该就是机场的一堆。怎么了？没车好像，没车。这一个冒烟的吉普，你敢开吗？那你看一下左边这俩窗附近还装没装车？这至少能，能进圈，能动。这俩窗附近也没刷车。清风被打死了。啊，我还没死呢。山寨的，我脸上有一对，可以过来我的车吧。Okay, 要不要拿一下这个先？嗯、我拿一下。对的，我感觉这个吉普一会儿要被修炸。精锐标、单标什么车 ？OK， 那个厕所里边。你不要厕。看到了。看到你了。前方有危险，死了吧？有车了，有车了，真好，两个人带两辆车呢，直接起飞。